厉害，我你这接近好快哦。等等等等等等等，哎他。Hello， 各位，欢迎收看《传说路人王》，谁能比我强？今天呢，不多说，有百星的玩家来吧。首先第一位，全服变色龙。OK， 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也等一下，那一个 D A， 你的名字，你私讯给我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那怎么你的画面卡住了？是我的播放。哎，尾流漂亮，可以。我记得我们最近好像有出一个那个尾流教学，好像有出吧，忘记了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一个他刚刚的动作，就是有关于是不是你的那个？哈哈哈哈哈！吸的都很大波，进的点都蛮好的。OK， 直接卡好，等，哎、欸，漂亮，哎、欸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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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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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在看地图。不错哎，认真不错，认真，这里死掉没差，反正已经结束了，吸到一波大波的 ，OK。反正呢，各位你们要知道什么就是尾流，尾流呢，也就是，不是你点右上角这个应该会有一个连接，看会不会有影片，哈哈哈哈。目前是直接帮我们那个封面有没有用出来？盖世英雄有那个。卡瑞兹有出一集，好吗？尾流，对啊，我们认真讲一下。如果你没有看到，没关系，我现在讲给你听。卡瑞兹呢，他在第一个要件，你二技能就是吸的那一招，一技能是让你自己隐形。OK， 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大绝也是让自己隐形，而且可以让周边的人，你看这个那个莉莉安也隐形。OK。你在隐形的时候，如果碰到人，还是 kill 人怕的，就是你打到人或是被人家打到，你都会现形、哦。所以呢，你的一技能跟你的二技能都会对敌方造成输出这个问题。那你的二技能就是上面这个毒条，它结束之后它会吸起来。那尾流是什么呢？尾流就是这个东西到底的时候，它释放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的方向键只要再往前一格，再往前继续往前延伸，它其实是会延伸出去的，就不只是定在那边。来，我们这边抓一个时间点 ，OK， 它这时候是不是吸起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人没有被吸起来？在这个时候，其他人都被吸起来了。这个为什么纳克没有被吸起来，但他后面还会被吸到这个？注意看，原因就是因为尾，你看他。往前又往前走了一步，有没有？他又往前走了一步，然后呢？所以这一只就被，你有没有发现他的晕眩时间是不一样的？其他人都已经先被晕眩了，都已经被控到了，也就是被吸起来。这个时候纳克才被吸起来，也是他会有零点几秒的那个延迟，就叫尾。那个就是你要把你的方向键再多往前延伸一点，然后你就吸到这个纳克，而且这个纳克呢就会吸到这个地方，一模一样。好、哦，这个就是尾流的使用方法。再来，它有一个哪一波？哦，这波，这里就是这里。它先做一个卡式，它在等什么？冰死掉。冰死掉的时候呢，其实还会有零点几秒，它会有残存的视野，因为冰会提供给我视野，哦，会提供给我视野。所以呢，冰死掉的那一瞬间，其实还会有一点点零点几秒残存的那个视野。你就等那个，所以你不要冰死掉的那一瞬间就立刻输入，你会被冰死掉的残存视野给看到。哦，所以呢，他就等了一下，好，然后再出来。好，出来之后呢，他在做什么？卡视野的动作，因为让这个冰先往前。如果敌方现在在这边的话，他只会看到敌方，懂吗？所以他先让冰往前去照敌方。哦，然后确定有一只的，你有没有看到森图尔特？有一只的。哦，他开大绝直接探出来一个人，探到了，先开大绝往前，然后再开一技能。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不继续往前？刚刚所说的，如果你的二技能或是你的一技能弄到敌方，你不会现形，
所以他就是为了让自己完全保存在一个隐形的状态之下，他就在这边等，有没有？他就不往前，不往前，然后一直到最后面他才往前，然后这时候队友顺便直接轰进去，很漂亮的一波配合，不错。这个卡瑞珠会玩，然后他吸的点都是进攻的点，就是跟队友，反正卡瑞珠就是说一定要有队友会跟你，然后如果你那个队友不跟的话，就可能就不要玩他吧。基本上这个卡瑞珠该用的都用出来了，哦，该用的都用出来了。就给你四分，来，你们看下面一位，百星夜娜来了，哦，是龙拳吗？零零点，哦，来来来来，化解化解化解，嗯，你的话筒好，我以为是我的闹钟，各位不是，不是你们的闹钟哦，是他的闹钟，好来，继续，摄影漂亮。可以，双形态吗？哎，细节都有抓到，厉害！我这你这接近，好快哦！等等等等等等等，哎、欸、他，哈哈哈哈！那一只星葵，我这个切的真快，快抓 ，OK， 大局转一圈，哎、欸，可以。够了够了够了，做得很好了。好，兵全部清掉，开到他还想要。在四分钟前他喂 ,nice。那个奈克瘫了。他瞬间很快。一瞬间人就不见。欸我呜呜哇哇哇哇哇哇哇。这走位可以。蹲点应该蹲不到吧，那拍音。Oh my god， 这什么速度啊？那太快了吧！太漂亮！推到，抱歉，因为我这边听得到他那个声音哦，就是会有他的游戏的那个声音。继续跟这个一定跟到 ，nice， 不用多打了，就五颗星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哦呦，可以打突破口什么？阿祖。他基本上呢，啊叶娜就是玩的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好挑剔的，然后再来就是他已经他进攻的地方基本上都已经预判敌方的步，有没有发现？就是他已经知道说啊，你这时候会，你这时候我这样冲进去，你这时候一瞬，因为以敌方的视角，他是突然看到一只叶娜瞬移进来，那对方也是反应也很快了。立刻瞬移往后走嘛，或是大腿往后脚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也已经想到了，没办法，叶娜就是切后排，没办法的意思。而且他做的那一种视野差也是很好，就是对方前排跟你的后排一分割的那一瞬间，然后突然不管是什么，他的比如说这边瞬移接上去啊，然后哎再过来有人想要拍他，动形态转一下。啊、哦，就可以躲掉。嗯，这个呢，就是这个星葵大绝，搞笑，自己走上去，那我也是没办法。这个我只能说，那我也是没办法了，好不好？虽然他有没有走上去，好像都是死定的。哎，再接上去。如果他还有招的话，对不对？他应该没有招，不然他刚不会这样。OK， 那其他还是，然后打突破口啊这种，这个很干。然后莫拉也是停在这边，直接切对方，因为这个时候塔下有那个25%减伤嘛。但是不得不说，这个时候那个血，好想杀哦。这里也是一样。
先躲掉，再往沉默，再躲，过爆发，哎，然后就看到那一只叛逆，然后指定在这边做一个围城，哎，就刚好逮到你。反正他做的这个蹲点，对他来说，那一只叛逆有没有来都没差，就是有蹲有机会，那没蹲的话呢也没差，但是他就是会有多一个这个机会点，你知道吗？就会多一个，哎，他可能会过来 ，maybe 这个点位，所以他多做这个是很好的，这不用多说，所以这个叶娜不过就秀，除了职业选手以外，目前我也就不多说，来下面一位，你看他招都躲，哎呀，招都躲得很好、啊。嗯，刚刚翻开的跑过来，呀，所以这边跟进去，嘿嘿，砰砰砰，把你的瞬移拉掉，对焦 ，very good， ve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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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， 下面一位，好的，再来这一位是拍谁顶到你，全服最强大你，叔叔好帅，来五个灯，下面一位，不行这样，全服最强大你。别让萨尼顶到我，不是，是什么？你是 N 属性 ，OK。如果你是全服萨尼的话，这个是应该要做的，好不好？应该要做的、嗯，这个瞬间反应是很快的，二三一，哇，哦，大学 P， 我刚才想说你大学什么时候 P， 因为不是有那个减伤吗？萨尼 P 大学，萨尼其实可以挡蛮多招的、哦，比如说敌方有那种控制的时候，你可以用那个大招，这个可能比较推强。嗯，这个蛮强，这个直接二一 ，nice， 一大波啊，那个。凡根死定了吧？那叶娜处理不就好了？对对对，那如果叶娜处理不了那是凡根的话，那叶娜不要玩，就是他怎么可能不能处理，对不对？漂亮！我觉得你刚那个一那个有一个地方是一闪，但是你是往后的那一个，那个有经验到，因为那一瞬间的反应很快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哎、欸，抓得准哦，漂亮哇、哦！这个 combo 可以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推给李超开个大，不错，好的辅助。该进攻的时候进攻，该防守的时候防守。嗯，继续往前推，可以推墙，漂亮，控烂，哇，碎碎碎碎碎碎碎，哎、欸，这个上你会玩哎、欸。你不用打那个叔叔好帅，我是认真觉得你会不会玩？哎、欸，玩得很好啊、欸，我觉得最惊艳是这一段，就是这一段，因为他这个一瞬间的反应是很快的。萨尼不是都可以一瞬嘛、二瞬嘛、大瞬啊，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原理虽然很简单，但是问题就是你要能在实战中反应出来。像他这边呢，他是做了一个一瞬，就是他一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它不是瞬移哦，是一瞬哦，是先移了之后，然后再瞬移往后，所以它是一技能往这边拉，然后瞬移立刻往这边拉，这样呢，你注意看，啾这样子，感觉是这样子哦，临场反应不错，很好，而且推的都蛮大波，该推的地方推墙啊什么的。然后用大绝承受那个伤害，都做得蛮好的。第一个会玩的萨尼，所以我想问，该不会只会玩萨尼？不过你的萨尼确实可以打败天下无敌手了啦，好不好？你这个萨尼确实是玩得挺不错的，不得不说，如果我是中路或是射手的话，我应该会蛮喜欢
因为其实如果中路跟你搭配，尤其是叔叔主要是玩中路，如果是中路跟你搭配的话会很舒服。要不要加叔叔好友？不给你。不错，这个萨尼玩的不错。如果我这时候打五分，是不是就对那个耶娜好一点？可是他真的有玩不错啊，都五分。我们下次可不可以开放那个我觉得更顶级之类的？就是我们目前呢，我们目前满分就是我觉得你到一定的程度的局，然后呢，你又可以玩出那只角色的一些精髓啊，我觉得就是五分的定义。那如果再往上的话呢？五分是在网上应该没有，你就定这样子好，不然你到时候搞得我自己好像很难听。下面一位，真的推得不错。他这一推之所以推墙不往后推的原因，是因为他这样推墙，敌方也会被控整条的时间，他会在那个墙上这样子，就会这样。我刚那个表情，原因是可以不要帮我放大。Bonus， 往前拉一点，君君 ，OK， 完蛋，君君要被龙给打死了，没事，哦，躲得好，抱歉，原来这个蝙蝠是会带斩杀的是吗？我还认真不知道，我认知的蝙蝠，我认知的这个叫现在认知叫什么？凯尔哦，还是什么？反正就是以前的蝙蝠侠啦，我认知的是戴森也多啊，伊顺之类的。通常不会太神奇，没事，躲了一招，还有躲了，他躲了两招，但是没办法，锅怪在他身上，好不好？那是卡克，要不他抖。本期的传说论王就到此为止。如果各位呢，你觉得你的实力不错，好不好？欢迎来投稿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